哎呀，这带瑶瑶来检查听力啊，人家说让他睡觉啊，然后喝完水了就是不睡啊，睁着俩眼睛看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哎呀，这小家伙真是，他是不是喝了水了？喝了，一下去快喝完了。喝完就是不睡，不睡，就是不睡觉。嗯，还打嗝的，真是，哎呀。睡吧，小家伙。嗯。哎呀，让他睡，让他睡弱，赶快测测。哎呦，这小家伙。睡了吗？呵呵。说的话，这边让瑶瑶在这边休息啊，让他睡着啊，人家才好测听力啊。然后我顺便去把这个出生医学证明给办好了啊，一星期之后就可以上户口。就是这样，啊，真的是折腾死了，就是不睡觉啊，真的到这个里就是不睡觉啊。行啦。然后现在已经测过了，听力测的咋没有？可以。刚才你搁那哄他出去，你也不喊我。一会儿可给他测完了，我妈啊，一会儿给他测完了，我都没有。对，油桌呢是不？我都没拍我们家瑶瑶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今天乖死了。今天太乖了，这到了医院，那真乖呀！啊，哎呀，你看叫自己娃里都哄。这就讲讲讲讲讲讲。嗯，今儿太乖了啊，来到医院特别的乖呀，家伙，哎呦，哎呦，小家伙，来测这黄疸多少啊？放那个6.0，6.4，6点多哈、嗯，那比10点多降多了。嗯，好好好，中，好好好，那我们就回家了。嗯，然后我现在已经开车到家了啊，我妈已经下车了，真的是办这个不得不说一下啊，办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，这个本儿啊，多少钱？反正是这个是一共花了13块钱啊，然后测那个黄疸嘛，另外收费啊18块钱。这出一趟门对吧，不算邮费，花了31块钱啊，就是这样。哎，真的是没办法说，现在真的是出门都是花钱的，真的是这样，这感觉钱都好像钱都不是钱一样啊，就好像感觉你也没花多少，但是感觉又不少花，就是那样。因为按照我们这边县城工资的话，基本上也就是2000多块钱，对不对？你80块钱对吧，80块钱这一下30多块钱没了，就是这样，你也不能说多，对不对？哎，反正总归是好的嘛，对吧？办了2件事，一件是瑶瑶的这个黄疸，对吧？降到6点多，对吧？应该是正常了吧？然后医生说不用再吃药了。还有就是办好这个医学证明了，一个星期后就可以办户口了啊！这还是值得高兴的，值得开心的啊！2件事情，嗯。然后今天的话，这个给毛孩子们也改善一下伙食嘛，给他们煮一些鸡胸肉吃啊，鸡胸肉就是这样。然后把肉给他们全部剁的，对吧？碎一点，到时候好吃一点嘛，就是这样。来，吃吧。来，小贝，吃吧。甜犬就是这样。哎呦，你不给它弄到它这里面，它是不吃的。哎呦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去吃去吧。嗯，你这里再加几块，我去，肉全吃完了。来，吃块大的，给你的时候吃的时候，我发现是这么多，都估计都给你，你都能吃完。哎呀，好了。
吃吧，吃。来，小花，笨笨，来，笨笨，小花。来，小花，好，来，小花，过来，不能光吃肉不吃这个狗粮啊，把罐头也吃了，狗粮也吃了，走，吃饭。等一下，好了，好了，过来了，给你们打开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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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给他们打开了，让他们活动一下啊。活动一下的话，过来给他们吃一下饭啊，顺便，家里面那几个狗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啊，然后到这边来给，我还得给他们喂一下饭啊。然后我叔弄了一个这个挡了一下啊，这个东西还挺方便的，这个东西啊。然后不多说废话啊，让他们仨也吃起来啊。每个毛孩子都是公平公正的啊，这个大家放心。找个地方放这儿吧，放这儿好分一点。来，好，呦呦呦呦呦呦呦，我操，这，我操，这小熊简直是个吸土机啊，吸尘器啊，简直，我去，我都没看清啊，给大家再表演一个，来。我操，简直是秒杀呀，简直啊，来来来，小黑，黄豆，我的天，黄豆你碰到对手了啊，哎呀，在小熊面前一切都是徒劳啊，他简直是一个吸尘器一样啊，他呲儿呲儿呲儿，他这些吃的全部怼到自己嘴里了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呦，小黑啊，你这个样子是没前途了呀，小黑，来，小黑，这现在我有点怕这个小熊狗了。来，小黑跳起，哎，小黑跳起吃，行。哎呦，我天，我操，黄豆出手还是很快的啊，还是很快的。这，我想让小黑吃。哎呦，这，呦，这，小黑，你吃块肉，咱真难啊，小黑，你吃啊，你倒是。哎，对，吃住了啊，小黑吃了块鸡胸肉啊。这太不容易了啊，这小熊狗简直是出手太快了，来来来，呦，我的天哪，这出手速度属实是太快呀，我的天哪，来，小黑吃吧，吃啊，小黑，这竞争这么激烈，你还不要腰，好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又让小黑吃了一块啊，太不容易了，这个狗这个，来，小熊给你来一块大的吃吧，
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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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这小熊简直是暴风雨一样的这个这往里面吸呀、啊，真的是两三块鸡胸肉啊，瞬间怼到他自己的嘴里啊，就是这样。这狗简直是太狂了，来吃吧。啊，现在稍微稳吃。哎呀，来黄豆，黄豆吃。好，好，现在稳定一些了，还好啊。来，小黑，哎呀，小熊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那家伙真是好吃瘦啊！我的天哪，这小熊狗是，我的天哪，简直是，简直是稀土鸡一样啊！我的天哪，我那它的胃口简直比，简直是，简直是这个笨笨和这个谁呀、啊？笨笨和毛豆的组合体啊，就是这样。舔舔吧，我的天，小黑，你这样是没前途的呀，小黑。来，小黑，这会儿给你。好，哎呦，让小黑多吃几块鸡胸肉吧。这个罐头还有这个狗粮啊，这小黑估计也吃不到嘴里了。这家伙太笨了，你看人家小熊吃的。我的天哪，不管是啥先吃到肚子再说啊。我的天哪，这相当于2800瓦，旁边小黄豆是1200瓦，这个谁呀、啊、小黑就相当于才500瓦，对吧，这个功率一样，简直是秒杀呀。我天，再怼块大的给小黑，小黑吃吧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唉，来，黄豆，吃黄豆，吃吧。来，这儿，吃吧。哎，好，来，吃。我天哪，家伙是真能吃啊！这家伙，好，小黑再来一块儿。来，小黑，吃吧，吃吧。腰腰腰，哎呀，这还得我嚼呢。然后已经把这里面全部挖到了这里啊，等一下放小黑进去吃。小熊，小熊，你就别过来了，你别吃了，你都快吃成没通了。去去去去，你黄豆先回去吃，你可以吃去吧，反正你也吃不多，回去。黄豆回去。嗯，回去挠手啊，想吃自己吃。嗯，来来来，小黑，好，小黑过来了，好，回去回去。好了，这个东西都给你们弄好了啊。哎呦，这狗粮又得拿过来一包了，又吃完了，我去，吃吧吃吧吃吧。嗯，这剩下的就让小黑吃了啊，因为小黑前期吃的都比较少啊，就是这样，这些的话就留给他吃吧，就是这样。你这家伙吃的太多了。好了，你们在这边吃吧。哎呀，我差不多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嗯。